诚，明月心真公正，寒窗实难怨天也从明，合眼睛意难平，缘恶母影相较平，世间苦其实永未平静，未算清从未悔，只因爱是无罪，互报分明就系身有事，乜都唔肯讲。你估我哋唔识自己查咩？唔得惊，唔得惊，啊，捉手。如果早任有咩事，我都唔想做人。放心，大夫都话佢冇咩事。系啦，你有冇同官差提起过我？佢哋冇问你同边个成交咩？我有分数嘅，绝对唔会牵连你。对唔住啊，我连你两母子都保护唔到，枉为人父，枉为人夫啊！意外的事没人想的。香莲，我已成交买了间屋，你和长官搬进去，我们以后可以家团聚。不得，来开封太危险，万一被人知道，我要你两母子受了太多苦了，要我们一家人不要分开。咦，千羽姑娘，你今夜仲过来的？有人来了，那边走，迟下再找你。我想嚟睇下佢哋。你真系有心啦，不过佢哋食咗药，瞓咗啦。系咪云姑娘啊？我未瞓啊，你上嚟啊！抢啦都算啦，居然仲推人落河，简直系谋财害命。好彩子护卫救翻我哋两仔乸咋。系咧，点解你哋咁有兴致泛舟游河嘅？早有话想坐船。我倒杯水俾佢飲。水，唔該。香蓮，你夫君嗰個神主牌唔見咗嘅？哦，啲字甩色，拎咗去補啊。包弟，冯娇已经招认，男童是由一个叫谭坤的人卖给他，再转售给管正夫妇，从中获利。我去刑部查过，谭坤有拐卖孩童的前科，之前更加坐过牢狱。谭坤背后必定有一班人口贩子在各州拐带儿童，之后再透过冯娇帮他寻找埋家。仲有几十个孩童失踪，究竟心系在边？一定要尽快缉拿谭坤，救翻佢哋。念念，帮我读一下徐州陈永佳失踪细节。陈永吉三岁，
一月初四，瀛州龙岗县城隍庙被人抱走。开封徐员外夫妇于一月廿四日为三岁嘅养子办理过传，同陈永吉失踪嘅日子正好分隔二十日，亦都系瀛州嚟到开封嘅脚程。大人系想凭开封户籍里面来历不明嘅养子追索翻各州失踪嘅孩童。就算系大海捞针，都要一时。全部都是我的至愛嚟嘅喎，有羊肉饅頭啦、水煮牛肉同埋醬爆骨啊！做咩對我咁好啊？踢走鐵將軍，梗係要慶祝下啦！多謝你肯幫我出頭。客咩氣啊？我係你師傅嚟噶。總之咧，同你一刀兩斷，以後再冇跟你舊。未見我女人陪婚，陪得好似你咁開心。夫妻啊，系要个情投意合，你都会娶个自己喜欢嘅人啦。等阵，污糟咗，唔该。你。你先說吧，你今晚得唔得閒？展超，展超，雲姑娘，雲姑娘，雲姑娘，咁啱嘅。你又話十萬火急，又要時趕住辦嘅，辦好未啊？頭先仲一支箭咁飛出開封府喎。哦，原來係會家人，睇嚟五品超都就嚟好事近啦噃。雲姑娘呢頭悔婚，嗰頭就同你。咁呢啲系咪叫橫刀奪愛？喂，唔好亂講啊！喂，你得罪咗鐵將軍，隨時有手尾噶嘛，兄弟。自己人哋話雲姑娘水性楊花咋？唔好再亂講啊！我同雲姑娘係師徒嚟啊嘛。嚇？師徒啊？梗係啦！你望下佢，又粗魯又大食喎，塊面啊轉咁多肉喎。我當佢就好似當大家一樣啊，兄弟咯，係咪啊，妖神？系，就系咯。喂，相请不如偶遇，一齐坐低啊！真系唔阻你哋，坐快啲啦！喂，小燕，四个位唔该。小燕，你多啲数，唔好同我悭啊！佢哋食埋佢啦，我先走先。小心！喂，嬲啦，醉啦，醉咩啫？我都话冇嘢咯，食嘢啦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回嚟啦！你唔系约咗展超咩？咁早翻嘅？食完饭咪翻咯。都估到噶啦，佢份人婆婆妈妈，就系吞吞吐吐，咩都唔肯讲。咁你有冇得佢讲啊？要讲啊，一早讲咗啦。逼佢都冇意思，永官冇睇错，佢系对你有意思噶。佢啊，当住王朝佢哋面前啊，话当我兄弟咋，仲话我啊粗鲁大食。佢梗系死要面先咁讲啫。咁你咧，你对佢有冇心啊？
我都唔知道。中意一個人咧，總會係牽腸掛肚、問軒夢影，就好似你咁。我真係唔知啊。其實趙公子約咗我。嗱，好男人多的是，最緊要冇一個搭兩船。我明白。天涼好過秋，你若無心，我便休。走啦。死过翻生咋？人生真系短短几十年，勉强自己做唔喜欢嘅事，真系会抱憾终身噶。啊，奇怪啦，呢个时候应该好热闹噶，点解水静鹅飞嘅？小陈姑娘，当日你将东瀛魔女打到落花流水，为大宋争光，堪称女中豪杰。不才，今晚想俾个惊喜你。吓，你想喺烟花之地氹我欢喜？上次咧就走马灯，今次有咩新鲜稀奇啊？入我相思门，知我相思苦。长相思系，长相忆，短相思系。无穷极，直到相思了无益。未放惆怅，时轻狂。我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只怕与你最少离多。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。与子偕老，我要娶你为妻。你吟几首诗就要我嫁俾你，唔系好便宜你？嫁俾佢啦！一齐结婚先啦，嫁啦嫁啦！唔系你就涉做辣噶啦，人哋情真意切啊，仲玉树临风添啊！难得有情郎啊！简直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啊！哎呀，女啊，赵公子佢一表人才，而且对你情有独钟噶，阿爹见到佢都流晒口水啊！呢个男人嫁得过啊，冇问题噶。爹啊，嗱，若然你对我妹咧有咩任何不忠，我就叫包大人主持公道。你唔想人头落地咧，就记得规行矩步啊！知道知道。我哋贾雨轩呢度从来都未摆过喜酒，到时一定要大排筵席。要叫老板娘计便宜啲。你哋全部都夹埋嘅，你哋嫁咯，我都冇应承。你点至肯应承啊？但说无妨。你想我嫁俾你啊嘛？除非你打赢我咯，我就可以马上答应你。但你连东洋魔女都打得低，赵公子文质彬彬，边度系你对手啊？女做咩要难为赵公子啊？少少困难就退缩，点可以负托终身啊？好，晓晨姑娘，请。赵公子，请。火凤凰，火凤凰，火凤凰，你一定要输啊！晓晨啊，你睇住啊，慢慢嚟啊。开始。
再咁打落去，我怕你冇命啊！不如认输啦。我想得到嘅嘢，从来未试过得唔到。唔系你同铁将军一样嘅，不如强人所难。哎呀，赵公子，放心，放心，龙太无恙啊嘛。大胆，胆伤害皇上。你都几好笑噶，唔想我出手嘅，咪认输咯，夹埋下人扮皇帝，因住诛九族啊。系嘅，系嘅。啊，赵公子啊，你跌咗。草民参见皇上，你哋仲唔快啲下跪，令牌喺度啊！参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系皇上，仲唔下跪？这真系灭门啊！贾雨轩都冇一幸免。好啦，平身，朕叫你哋起身就起身啦，谢皇上，谢皇上，小人知罪。小人呢有咩犯错？不知者不罪。晓晨姑娘，刚才比试，朕虽然冇赢，啊，皇上冇输，只不过系小女佢使出奸计，理应系犯规嘅，顶多系打个和嘅啫。晓晨，晓晨，武太都同皇上有个交代啊？点可能啊？冇可能嘅。恭喜皇上，我想请放心，拆封的事就会尽快安排。谢皇上。好啦，上轿。善大哥，呢位咪朕御赐五品嘅展护卫？微臣参见皇上，不必多礼，谢皇上。你哋，展大哥系我师傅嚟噶，佢教我打双扑嘅。系啊，小臣佢好厉害噶，仲打人东洋魔女添。果然名师出高徒啊！吓，朕就代佢多谢呢位师傅。微臣当之有愧。好啦，朕要起驾回宫。嚟，恭送皇上，恭送娘娘。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苏老板，入去再饮个好唔好啊？冇事嘛？冇事啊！恭喜晒！好啦，走啦！咁迟嘅？寻晚冇瞓啊？唔系，谭君就喺入面。马汉他们已经在后门守住，今次他插翼都难飞。上，you
我哋打探到谭坤窝藏喺度，但嚟到之后净系发现条尸，但头脑不知所踪，好难确认身份。破庙里面有饮食器皿，谭坤应该就喺嗰度留宿。仲有鞋同衣服，尺寸同死者身形相若，睇嚟佢就系谭坤。致命伤直刺入心，即系先杀完人，再斩个头落嚟。刀法利落，凶手系熟练嘅刺客，但点解要杀佢呢？有仇家唔奇，斩头系为咗隐藏身份。有人唔想我哋认到佢系谭坤，大人。系孩童嘅阿人，嗰个人想抢我只手镯，早咁惊起上嚟，咬咗佢只手一啖。系边只手？右手。谭坤就系无头尸，无头尸就系抢到秦香莲嗰个船夫。案中有案，唔简单。喺死者嘅衣服同行李上亦有所发现，系泥土。唔知系泥土喎。唔是泥土，是夜明沙。即是什么？即是蝙蝠屎，清光明目又可以医夜盲症。你们没吃过吗？喂，不要碰我。拐子佬、夜明沙、蝙蝠，难道谭坤将孩童收在山洞？你们立即查下开封境内哪里有蝙蝠洞。领命。是我一时失策搞出乱子，请白虎息怒。当日不是本太师在皇上面前美言，你怎可以坐到户部尚书这个位置？如果被人查出你包庇拐童贩卖，不单止你乌纱不保，连我都受到牵连了。户部不会买他账，包拯断不会查到蛛丝马迹，请白虎放心。包黑子没那么容易对付，他天不怕地不怕，最喜欢就是咬住不放。我提出你及早收手了，你就阳奉阴违。我仲不会办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唐兄，做得咁急嘅？金子，阿爹，翻嚟啦！太师有礼。阿爹啊，你睇下，细眉画嘅。细眉拙作，请太师指教。系咪画得栩栩如生、活灵活现呢？呢只水鸭攞去煲汤啊，嫌佢鞋厚啊。咩鸭啊？鸳鸯嚟噶。太师讲笑嘅啫。爹。鸳鸯，鸳鸯吓。今次皇上赐婚必须隆重其事，否则有失国体啊！细妹定当全力以赴。如果唔系皇上嘅意思，我庞太师点会俾你入赘我庞家做女婿咁丢光？区区一个状元就荣升做我女婿，马上升价十倍。阿爹啊，细妹佢咧亦有个人之处噶，他日佢必定建功立业。杨明星显父母，父母双亡，又无兄弟子侄，丹麦独苗，呢啲咪福薄咯？唔怕，我同细妹成婚之后，我一定帮佢开枝散叶，陈家必定子孙盈实，你一定唔会孤零零嘅。多谢你啊，今次小心啊，唔好剪多手，试啊！请问哪位是老板？姑娘有何贵干？我想帮我幅化妆表，一色妆用料选上乘的，价钱贵贱不拘。好，我先帮你量一下。爱郎镇画，物轻情意重，恳请小心。放心。小巧别致，绣工精细。老板啊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不是我，
是我做的。描龙绣凤想必落了很多功夫。我叫金枝，请问大嫂你怎么称呼？先夫姓陈。陈大嫂，实不相瞒，金枝即将出嫁，我真的很想亲手可以绣个香囊给我夫君。可惜我笨手笨脚，针子一直都学不好，不知道陈大嫂你可不可以指教一下呢？拜师学艺，我会跟足礼数的。速修方面，不如你随便开个价。我都知道我这样很冒昧的了，不过我真的很想亲手绣个香囊给我夫君带在身。陈大嫂，请你成人之美啊。是咯，人家都诚意拳拳了，你咪应承人咯。咁好啊，咁太好啦，老板啊，咁幅画麻烦你啦。好。做咩啊你？佢就系庞太师个女，即系陈意牛要迎娶嘅女人，佢会唔会系认得你啊？佢根本唔知意牛有妻房，咁但佢方才又唔似系宫心计嘅女人。应该真的不是来试你的。在他眼中，我只不过一个寻常的大嫂，真是冤家路窄。你都不要去他那教他针子了，避得就避。不得，答应了又改口，很容易惹人怀疑。你分明就是想去再见二牛一面，人家都已经另娶他人了，你还眷恋不舍。包大人，查个成交有三个蝙蝠洞，应该是但可以遮盖孩童哭喊的地方。拐子党的巢穴就在那里，相信就是藏心之所。边个是首领？走咗嗰个幕后主谋是边个？真系唔抵，咁都俾佢就得啦。佢跳咗落悬崖，随时都冇命。佢唔死，一定捉到佢。连最后一个都死埋，我哋冇晒线索。包大人呢？太平盛世，有孤都逃离不到拐犯的魔掌，太凄惨了，临死都只系得半个馒头，得四五岁，仲细过我拉女，手段凶残，一个口都不留。在背后操纵的，一定是有权有势。有我包拯一人，绝对不会有白白流的血。
包大人，陈大人，卑职眼见孩童惨遭杀害，特意命人嚟做陈法师，希望孩童可以入土为安。陈大人有心，展超，云姑娘咁啱嘅，仲谂住去开封府揾你添。呢盒咧就系晓晨喺宫中送出嚟嘅梨刀紫苏糕，佢话送俾佢师傅嘅。晓晨佢点啊？觉得好唔好啊？后宫佳丽三千，三千宠爱在一身。佢送出嚟嘅礼物堆积如山，可见一斑。开心就好啦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人呢要向前看。冇嘢啊，天少，点啊，王超？我查到拐子匪帮首领嘅下落啊！你讲走得早过李大鼠？冇错。张龙招呼，后面包抄。好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拎咗啲银两，尽快离开呢度。代我多谢尚书大人。状元公，有人想灭口。不是班黑衣人，李大树早就束手就擒了。可能是班幕后主脑派世人灭口。最离奇是见到状元公。陈世美中举之前在户部担任小事，他肯定助纣为虐，牵连拐带儿童。他还喊晒口走去做法事的，好奸险。陈世美卒仔嚟嘅啫，背后必定另有绝谋。佢中到状元，必定好叻啊！仲频频赈灾做好事，百姓爱戴，皇上赐婚，仲做埋庞太师嘅女婿。表面上佢密不透风，滴水不漏。但我信天网恢恢，之前香莲俾渔夫推佢落水，我去探过佢。香莲，点解唔见咗你夫君哥神主牌嘅？啊！啲字甩色，拎咗去补啊！我知道佢系讲大话，不过我冇追问佢。收起个神主牌，唔通佢发现佢夫君未死？唔使做寡妇，开心都嚟唔切啦！点解佢要隐瞒唔讲你知咧？我明啦，陈意牛就系状元陈世美。谂住告终之后可以衣锦还乡。点知孔种九载未能警示，仲要同阿爹阴阳永隔。你阿爹临终之前仍然反对我写信知会你，佢话科举迫在眉睫，唔好令你分心。孩儿不孝，冇侍奉阿爹同娘亲，仲要你哋担心。傻仔，我同你阿爹根本就唔在意你系咪金榜题名。你哋唔好怪过我。你寄咁多银两翻嚟安家，我两老不愁衣食，得闲就揾啲邻里玩叶子戏，种下花，不知几写意。唔要往之不惯，知来者之可追。娘亲，跟我翻开封，等我好时候你。唔使啦，呢度有好多乡亲陪我。为人父母应该俾孩儿随心所欲。你阿爹讲得啱，人生苦短。行乐及时，公孙大婶子华唔见咗啊！点算好啊？佢俾人拐带啊！你周围揾过晒？揾过晒啦！去报官啦！
再嚟啦。大人今日接咗好多案啦，走啦走啦。我哋。你哋有咩冤情啊？我哋个仔都俾人拐走咗，而家连官府都唔理啊，点算啊？令国太混账，闯下弥天大祸，要我嚟善后，唔系念在同佢亲戚一场，我就由得佢死。你啊，母仔生揾人过继，冇相干，就偏偏揾个拐翻嚟嘅。对不住啊，大师。仲有你陈世美，讲就天花龙凤，又咩引个死郑总出嚟，然后斩草除根，结果又俾佢走埋。世美太轻敌，估唔到包拯会追查到佢下落。包黑子出咗名，足智多谋啊，冇咁容易对付。而且今次可能会知道你牵涉当中，更加唔会罢休。不过无凭无证，佢都奈我唔何。况且我相信佢都会记太师三分。我谅佢都唔够胆喺太岁头上动土。冇错啦，太师，你系军鼓众臣，地位稳如泰山。你条命就贱过蚂蚁啦！你好好谂下，自己有咩把柄喺人手上，及早解决。细美身家清白，太师请放心。管正，今次一定快过包黑子揾到李大树，记得啊，做得干干净净。属下明白。你哋小姐去咗边啊？我哋小姐上咗山学刺绣啊。金枝。咦，细美，点解你会喺度嘅？阿华话我知。我嚟介绍啊。呢位是教我针刺的陈大嫂，呢位是我未来夫婿陈世美。莫非是新科状元？你认识世美的吗？科举放榜是大宋的盛事，新科状元没有人不认识。陈大嫂过奖。陈大人有礼。陈大嫂是我撩马铺那里裱画的时候认识的，我见佢针刺上乘，咪叫佢教我针刺咯。诶，你睇下，我绣得靓唔靓啊？靓，呢啲搵人绣咪得咯，使乜自己操劳？唔系啊，我仲谂住学做衣服添啊，我想送俾啲灾民同孤儿，你知佢哋啦，家园尽毁，凄凉噶嘛。呢度大风啊，不如翻去府中再学。唔系啊，阿陈大嫂话呢度咧，好似佢以前故乡噶。你睇嗰边睇到日落嘅，仲有下边咧可以睇到。我都要走啦。唔系，左右唔见唔到我，有嘈噶啦。陈大嫂，你下次带埋你儿子啊！我同细美都好中意孩童噶。哈年告辞。一日到黑睇住人哋双双对对，比尽我系你眼火爆啊！郎才女貌，佢哋真系一对璧人。你先是名门正娶的正室，你才应该是状元夫人。那个庞金枝最多做妾的。她是太师独生女，掌上明珠。我村姑来的。真是宜得揭穿她。不要乱来，罪犯欺君意外，随时性命不保。她就芙蓉帐乱，你就形单只影。我都不知道那个庞金枝到底是有心定无意的。庞金枝都是梦在鼓里，他为人知书识文，待人友善，他还要我多点过去教他。那你又没有拒绝人啦？我推迟不到。你都真的不怕眼冤的？都没办法，好彩有祖荫陪我。祖荫呢？那眼皮仔啊，最近成日都要玩匿埋，你看看。我帮你拿些衣服上二楼先。祖荫，祖荫去咗边啊？吓娘亲，嚟，饮水嚟，坐低先，饮水，慢慢啊，嗯。
系咪冻啊？阿娘攞件衫俾你啊。祖音，祖音，祖音，哎呀，可唔可以走咗出去啊？祖音，祖音，我哋分头揾啦。祖音，祖音，唔该，我想问下你有冇见到咁高嘅孩童啊？请问你有冇见过一个大约六岁咁高嘅孩童啊？我想见科仔，唔好再搞咁多事，唔好再狂呼，唔好再见金枝。夜冷清有热诚，明月心真共静，寒窗实难怨天也从明，合眼睛意难平，缘恶母影相较平，世间苦其实永未平静，未算正，人未。